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懂吗？但是我都希望哦，曾经爱过就不要彼此伤害。像大 S 里面不就写了一条吗？彼此不要讲不好听的话，我觉得这很重要啊。A 哥你也知道，一喝醉酒就会乱讲话，没办法。我相信大 S 也忍很久。不想要找最近那个他们来烧。那我怎么可能？我们才16.5万的流量，哎，那是小 YouTuber， 我不要热脸贴人家的屁股。人家小 S 都说要先上他的小姐不吸地了。那孙总会觉得张兰会蹭流量吗？绿茶套餐来，卤蛋配卤蛋啊，端起来呀、啊，套餐啊，没反应过，还有软饭呢，软饭，对，说话的戒指免费送您了，明天买床垫，好嘞，今晚上夜里加班，都没了。当然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婆婆，你不觉得吗？真佩服他，好佩服啊！我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，我要学他。哎，我现在应该也来卖东西吧？边说的时候啊，旁边应该摆床垫、啊。以为我要卖沙发吗？床垫多少？我的床垫啊，十来万而已了，没有他那么可怕。我可能不用用刮的。我们怀念他们，愿逝者安息。